Hey Google, activate. Shut down my computer. Okay, activating the shutdown my computer. Hey Google, activate. Shut down my computer. Got it. Activating the shutdown my computer. OK， 相信刚刚各位都看到了我们怎么具体使用Google Nest Mini Speaker， 就是 Google 的智慧喇叭跟手机来实现用讲的来关机的方式。那具体上怎么做呢？我就来跟各位简介一下。第一个呢，你需要去装 OK， 你先要装那个 Dropbox。这个 Dropbox 呢是一个网络空间，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就到这个下面这个路径 ，OK， 复制贴上。复制贴上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个人的 PC 版。那首先呢，你要去注册这个账号，注册完之后呢，然后再下载这一个 PC 版的 Dropbox 跟你的电脑同步。那同步完之后呢，你会在你的电脑硬碟资料夹呢会存在一个叫 Dropbox 的一个资料夹。那像这些是我原本就有利用的空间，只是说我现在把它下载到 PC 版。那下载到 PC 版之后呢，它会在如果你跟那个自动化连接启动了，还有就是说你有下载的 ACC， 就是个人电脑助理的程式下载之后呢，它会在你的 Dropbox 创立这个资料夹。那实际上呢，他们是怎么样去做到自动化呢？其实就是说，当你在对电脑、对你的手机，或者是说你的智慧音箱下达关机指令的时候呢，它会在这边创建一个文件档。那你的电脑呢，就会依照这个文件档去执行关机的动作。不论你是从手机上面讲，或者从智慧音箱上面讲，只要是跟你的 Google 账号同步的，那就可以实现关机的目的。那也就是说，假设你外面有100台电脑都是用同样的账号开启的时候，你下达关机指令，这100台电脑就同时会关机了。OK，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那我们 Dropbox 这个网络空间有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去下载 ACC Setup 这支程式。那其实它简称就是 ACC， OK。那它呢就是一个语音个人电脑的助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是长怎样。哦，你到这边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下载就安装电脑版。那安装完之后呢，你就去执行。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它执行的状况。这是在 set up 的画面 install 的时候啊，它就会出现这个画面，就是说你要选择你的语言。OK， 它没有中文的，很抱歉，所以我们就选英文的，没关系，没几个指令，我们就继续用英文。那它会就是说 OK， 欢迎你到这个 ACC 里面来。那它叫你去选择一个 service， 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先安装 Dropbox 这个云端空间。那它这边是写推荐你用 Dropbox， 所以我就不介绍 Google 了。那 Dropbox 在一开始我就讲说我们先装 Dropbox， OK， 然后那我们再选 OK 给各位看。好，继续。好，那我这边它已经侦测到我已经有 Dropbox， OK， install 了就装了。好，那这边就是说叫你去设定你的 IFTTT， OK， 那你就是说你要去注册 IFTTT， 等一下我会介绍怎么注册。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这边呢是叫你就是说试着就是说 shut down 这个指令三次，这个你不用理它， OK， 在这里不会起作用的，我们到这边就好了，不要理它，就把它关掉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好，我们装完了 ACC 之后呢，我们必须在我们手机安装 Google Home 跟 Google 的助理。那这是 Google 用来用自动化控制的两个很棒的一个安卓的程式。那如果你不清楚它长怎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哈。OK， Google Home 就是这一个。OK， 你就装到你的手机。然后呢，语音助理，我想大部分人都有装了。OK， 那我们再回到整个设置的程序。好，那我们已经安装了 Dropbox 网络空间，还有 ACC 个人电脑助理，然后你在手机又装了 Google Home 跟 Google 的助理。那这样子呢，我们基本上所有程式都快装完了，我们还差最后一步，就是我们要注册刚刚讲 IFTTT 的账号。那我们可以到这个地方去做注册。好，我们看一下。好，就是 IFTTT， 因为我已经注册了 ，OK， 我已经注册这个账号了。
那我们只要注册免费的就好了，反正你到这个画面你没有注册的时候你就点注册。那注册完之后呢，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动作呢？我们来看一下，注册完之后呢，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们就要去找到那个新增电脑关机的自动化程序。可是呢，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必须再回到这个手机的 Google Home 跟 Google 助理做一件事情。OK， 好，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就是要在 Google Home 里面呢，跟刚那个 IFTD 就是网络自动化程序呢做一个连接。好，我们看怎么增加呢？我们就点 Home， OK。那因为我已经连接了，那具体怎么找到这个连接呢？我们回来这个画面让各位看一下。好，那具体怎么让我们的 Google Home 跟 IFTTT 做一个连接呢？我们怎么将 IFTTT 加到 Google Home 这个设备呢？我们要先点选设定。好，我们按一下设定。按设定之后呢，我们往下移，我们可以看到服务资源这个部分，我们就点资源。好，它跟一般是不太一样的。那我基本上已经有 IFTTT 了，我们怎么找？你看啊， Google Home 它有，哇，不要讲说成千上万，就是反正就上百个、上千个可能有吧。我们就怎样找到 IFTTT 呢？我们就在这边家用装置这里哈，我们就输入按搜寻，然后你只要打入TTT 也可以，那因为我已经加了，我就示范一下，我就打 IFTTT， 那我找到了 ，OK， 我就点，好，那它有出现，就是重连或不要连，那代表我已经连过了嘛，好，那我就把它解除，给各位看一下，我就解除，好，我把它移掉，按取消。那因为我已经有注册了嘛，那我现在再重连一次给各位看，好，我们看一下。再回来，我们一样回到这个 Google Home，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去找到 IFTTT 这个新的那个设备呢？我们一样点设定，对不对？点设定，好，那点找到资源，点一下。好，那我们到这边点一下，我们去搜寻，就按放大镜这个符号，然后我们就打 IFTTT， OK， 那我们就新增。OK， 那因为你已经有账号了 ，OK， 那没有，我已经有账号了。那当你装完的时候，当然也可以去连接。那它 OK， 连接账户之后呢，你就可以在装置上去控制这个自动化程序的这个程式。好，它是在云端的，那我们就按继续哦，按继续。记住哦，这个必须跟你用的 Google 账号是一致的哦。OK， 在你的电脑上必须开启同样的。好，那我们就按授权。All right， 按授权。好，那正在连接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资源服务，我们再看一下一次，我们看加进来了没有？再点一次资源。好，这时候呢，我新的装置就进来了，这个 IFTTT 这个自动化控制程序就在你的 Google Home 里面哦。那像这个是我的小米的智慧监控监视器嘛，那就是智慧电源 ，OK， 那 OK，Anyway， Google Home 是蛮好用的。好，那这个步骤我们完成之后，那么我们就继续看，好，就回来我们把这个 Google Home 做一个设定。设定完之后就是跟 IFTTT 做一个连接，那连接完之后呢，我们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要到 IFTTT.com 这里面去找到一个自动关机的小程序。那其实在这个页面呢，其实很多人他有写一些小程序，你可以去找到你所要的。那我们今天要用的这个程序呢，就是自动关机。那下面呢，我已经把我用的这个程序已经写好了，那这个人是有一个叫 iRecords 这个人写的 ，OK， 那你就 copy 这个部分，好，我已经翻白了。那么回到这个 IFTTT/Explore 这里来，好，就给各位看，就贴上去。好，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模一样，就是这一个人他写的。好，那我已经连接过了嘛，好，那没关系，我再点一次给各位看，我们怎样去设定这个部分。好，我已经连接了，对不对？那我顺便教各位我怎么样不要连接。哦，就点一次，点一次，它就没有连接了。那
当然后呢，我必须再删掉一次，因为我必须要重设嘛。如果 我直接连你看不到设定的画面，那我就把它 delete 掉，确定。那 delete 掉呢，你可以看到它这边一个 叫做 My Applets 这个部分，我的小程序里面我目前是没有任何的程序的。那它是允许你有两支免费的程序。好，那我们再回来这边，我再去找我刚刚要的部分那支程序。好，我再把它加回来。哎，找到了 ，OK。那我现在就去连接它。好，那接下来是比较重要的设定的部分呢，各位可能稍微听一下，这样你就可以去完成了。那它这个意思是说，当你说 OK Google activate the computer， 那它就会加一个文字到文字的档案到你 Dropbox， 就是在你的 local 端的电脑。那其实你 OK Google 这个 activate computer 这个部分，你可以不要一样的，你把 computer 改掉，它那个场景名称叫 computer， 那你我是改成 shut down my computer 嘛，对不对？ shut 我是讲 shut down my computer， 所以呢，我一样 shut down my computer， 所以意思就是说啊，当你对你的手机说 OK Google， 那 activate 就是启动程序的意思，类似激活的意思。当你讲出 OK Google activate 这个意思之后呢，接上你设定的那个指令，或者说你的密语，通关密语，那通关密语就是 shut down my computer。 那当它 IFTTT， 它当 Google 收到你的讲这句话 OK Google activate shut down my computer 的时候呢，它就会去串联 IFTTT， 然后呢在你的电脑，因为你有 ACC， 所以就去执行在 Dropbox 里面的关机指令，所以你的电脑就顺利关机了。 OK， 所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就把它按储存。好，那怎么样去在远端做关机的简易的动作呢，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你一百台电脑都用同一个 Google 账户打开的时候呢，你只要一句话，这一百台电脑就会同时关机哦。最后，谢谢您的观看。如果这视频对您有任何帮助的话，还请帮忙订阅、点赞跟分享哦。